山，比台湾搁较水，搁较古锥。为着要传好伊给伊，就算是牺牲我的性命，我嘛甘愿。就算是一千摆，我嘛袂感觉可惜。我爱台湾。马偕医生的医疗布道工作，一首圣经，一首钳子，是马偕留给人最深刻的印象。马偕医生旅行各处时，通常去站在一个广场中，或在庙的石级上，先唱一两首赞美歌，接着拔牙，最后讲道，往往在不到一小时的时间中，拔了100颗牙齿。怎样啊？